请掀开经本，课会第十八页第一行，与一念心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巡礼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这是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前面一愿我们读过了，神足通愿，这是真正得大自在。得自在之后，一定要知道修学累积功德，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积德累功，这两桩事情最殊胜的语言无过于供养祝福。有这种能力才能够遍供祝福。这段经文里面周边巡礼供养，周边巡礼是神足通，供养呢才是第十一愿啊，遍供诸佛愿。所以这一句里头啊，它是两个意思，我们要分开来读啊，周边巡礼和周边供养啊，这两个意思。那么有了这种能力，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啊，一念情啊，不需要费很多的时间啊，一念情到底是多么长的时间？古人注解里面给我们讲，这个念呢就是刹那，凡于刹那，我们中国翻作念，翻作一念，这个一念就是一刹那。那一刹那又是多长的时间？古书里面有说，一弹指啊有六十刹那，诸位先生，这一弹指，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年，可见的这个时间呢非常非常的短暂呐。啊，我们一弹指不需要一秒钟啊，一秒钟我们连续快速的来弹，大概我可以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啊，一秒钟的四分之一是六十刹那啊，六十个刹那。这个是这个时间呢是相当的短促的。
他就有能力超过一亿那由他百千佛刹。我们要冷静的、仔细去思维，这种速度、能力确实不可思议。几乎是起心动念的，就周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我们想想，这是什么人能做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化身大士的境界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没有这个能力啊，他们也有能力参访诸佛刹土，但是范围没有那么大，佛刹没有这么多，而且时间还很长啊，不可能在一念之间呢就周遍十方诸佛刹土。这个是见性的菩萨了才能做到，我们常讲的化身大士啊。何以说化身大士能做到呢？正得清净法身，起心动念与法性相应，法性没有障碍啊。华严经上我们读到，离世无碍，世世无碍，他性。那么由此可知，经文上跟我们讲的是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这一句话包括我们在内呀。我在上一次跟诸位特别说明，我们怎样在这一生当中才决定得生净土，决定要往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确实有高下。我们今天去往生，当然是待业往生。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环境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土，到极乐世界也住凡圣同居土。可是西方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大大的不相同。我们世间凡圣同居土，谁有这种能力？周边寻觅的能力没有，周边供养更谈不上啊。我们凡圣同居土里面有小乘圣者住在这个世界，也有大乘菩萨也住在这个世界呢。所以你们诸位同修要知道，心里要有数啊。在中国，文殊菩萨住五台山呢，
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中国历代，许许多多有缘的大德们，常常见到啊。距离我们最近的虚云老和尚，朝舞台。得文殊菩萨帮助过很多次啊，那菩萨真住那个地方啊。普贤菩萨住在峨眉山，地藏菩萨住在九华山，地藏菩萨也显身了。我过去有一个老校长，他的夫人就亲自见过地藏菩萨。啊，那个时候他们家住在南京，地藏菩萨到他家化缘，啊，化五金香油，啊，那个时候我们校长夫人，啊，我们师母没有信佛，没有给他，以后后悔莫及。啊，观世音菩萨住在普陀山，啊，最近普陀山观音菩萨像开光的时候，新加坡啊，我们李会长率领了一个团去参加，亲眼看到观音菩萨在空中示现的。他回来告诉我，啊，他说那一天看到天上好像一个门打开，啊，然后就出现了四朵莲花，接着看到四大天王，最后观世音菩萨现身，啊，当时有好几万人在场，都看到的呀。这个不是假的，听说还有人录像。那么现在西方人有很多预言，说将来这些地方都会沉没到大海，那沉没到大海之后，我们就问问观音菩萨住哪里呢？啊，地藏菩萨住哪里呢？既然是佛菩萨所住的地方，决定由天龙护法拥护啊！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有信心呢。啊，灾难是肯定有，啊，避免灾难不是没有方法。我们跟着佛菩萨走，就不会有灾难。违背了佛菩萨，恐怕就会有灾难。啊，他们西方人也是这个说法。啊，信仰上帝的人可以幸免这个灾难，不信仰上帝的人呢，都要受惩罚了。所以他讲惩罚是有条件的，条件问你信不信。啊，那么我们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要去改信基督教呢？这些言语里面含的意思都很深呐。你要能懂得他的意思，怎么开经偈是不是明明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那些宗教信徒我们也要告诉他了，愿解上帝真实义啊。
你也把上帝意思搞错了，啊，你虽然信他，还是免不了惩罚。到那个时候，你不能怪罪上帝。上帝说，我说的话没错，你把我的意思解错了。信上帝跟信佛菩萨那个信一个意思啊，我们信佛菩萨是信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那才叫信。宗教里面也是这个道理，你要相信上帝在这个宗教里面所讲的一些道理，所讲的一些修学方法，你要明了，你要通达，你要依教奉行，那才叫信上帝啊。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误会呀，不要以为是我信了上帝了就有护身符了，什么罪业都可以造，没有关系，将来我造的罪业上帝都可以替我担负掉啊，我就可以不要去受果报了。这个是误会，这是错解，这是侮辱上帝。如果上帝果然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岂不变成黑社会的头目吗？啊，罪恶的包皮族吗？那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好去的呀？中国古书里头讲的很多，佛经里头也讲的很多啊。啊，你看看佛经里面赞叹上帝，上帝是什么心啊？慈悲喜舍，十善业道，慈悲喜舍，这是升天的条件呐。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依照这些纲领去修学，我们是真信上帝呀。哪能说不信呢？中国古籍里面常讲天心无私，聪明正直是为神。在人间聪明正直，聪明是明理，正直是大公无私。社会当中常说性情中人，性情是性情是爱人呢，是慈悲呀。性情那个爱人之情，爱之情是永远不会变更的，才叫性。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人情常常生变化，那不是性情，那叫迷情呐，非常不稳定，见异思迁，虚情假意，那哪里是真的呢？性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要体念上天好生之德。上帝的心愿，念念照顾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我们能够有这种认知，有这个明了，认真努力去奉行，这个灾难就能够化解。就有不思议的奇迹出现。
这一桩事情谁去做呢？要我们自己本人亲身去做，不能靠别人，靠别人靠不住啊。他万一他是假作，将来他堕落，我们不是一起堕落了？我们自己要真干，我们真干，真有感应，那些人还沾我们的光呢。所以我们要晓得，凡圣同居土里面有很多佛菩萨圣贤人都住在这个地方。我们跟着他走准没错。无量寿经上的教诲就是跟诸佛菩萨走啊。那怎么个走法呢？这个愿文里面所说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有这种能力啊。我们现在要怎么个学法？我们把范围缩小来，大宇宙啊缩成一个小宇宙，我们在小宇宙里头切切实实去做，一诺有陀百千佛刹，我们把它缩小看作这个地球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我们把它缩小啊，这一切诸佛呢，就是这些地区里面的芸芸众生啊。这个修法就没错啊。这个修学给诸位同修讲，你就决定得生净土。所以从原理原则上来说，我们要想做佛做菩萨，一定要佛慧双修啊。成佛，佛称作二足尊，你可不能忘记，你皈依的时候啊念的誓词，皈依佛二足尊啊，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这两种啊足是圆满，在智慧福德圆满那些人当中，佛是最尊贵的啊，因为佛所得的究竟圆满。可是你要想佛慧圆满，你必须要供养多佛啊，你才能得佛慧圆满呢。你要供养多佛，必须自己先要有神通，你才能够办得到。我们现在神通通了没有呢？通了啊。怎么通了呢？以往啊
起心动念、自私自利就不通嘛，就没通了。现在明白了，念头转过了，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就通了吗？一切众生呢，就是诸佛如来。从现在起，我们就效法阿难尊者。尊者在楞严会上发愿，将此身心奉陈刹，奉舍奉事啊，供养啊，把我们的身心陈是供养诸佛如来，诸佛如来就是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这180度的回头，知道一切众生就是诸佛如来的报身。这个地方是诸佛如来的报土。真正发心修行人，我一个啊，除我之外，都是发身发土啊，发心身发心土啊。那什么外国人呢？什么什么古人今人讲的灾难的，一笔勾销了，全没有了。你们相信不相信？你们或许不相信，我是100%的肯定，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啊！我常常在讲习当中劝导大家，要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你转不过来，是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从哪里来的？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什么心现的？真心呐，真心就是本性呐。心性就是如来啊，心性所现，就是如来所现。如来所现，怎么不是诸佛呢？心性是一体，心性不二啊。所以《大乘经》上才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虚空法界同一个法性变现出来的，所以才说生佛不二，众生跟佛平等的，无有差别。这些话在经论里头，世尊讲过千遍万遍，无非是叫我们熟记深思，在一切境缘当中提得起关照功夫啊。这个关照就是提起你正确的看法。而后我们的知见就与诸佛如来相同了，佛知佛见了啊。所以你们听说这个灾难怕得不得了，我告诉大家，哪个地方有灾难我到哪里去
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那个念头转过来重要啊。转不过来，再安全的地方你也不安全，你逃不过这个劫运吧。真正转过来了，最危险的地方你安全，你没事情。你如果连这个道理这种信心都没有，你的佛白念了，那经也白听了，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大灾难对我们修行人来讲是很好的增上缘呐。我们不遇这个灾难，警觉心提不起来啊。遇到这个灾难晓得，哎呀，这下不转不行了，这不转要命了。你得赶快转呢，这一转不就成佛了吗？超凡入圣了，这是大好的增上缘。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周边寻利供养诸佛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一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诸佛如来。我劝导大家，我们要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要养这个心呢。从这个心里头生出来，纯善之心待人接物啊，要用纯善之心呐，没有一丝毫的恶意，纯善之心。要以纯是爱心爱护一切众生，纯是一个无条件无私的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注意发这个心，你就发了真正的大菩提心，你跟诸佛如来，你跟天神上帝存心行事没有两样了吗？你这个才叫做真的信神信上帝信佛菩萨。你这个念头转不过来，你那个信是假的信的，不是真的呀。假信不管事不管用啊，真信不必要那些形式，诸佛菩萨天神上帝都保佑你，都照顾你。为什么？你跟他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所以我们现在在世间啊，就在现前，供养一诺由他百千诸佛，我们也能做到啊。读经呢，要在这些地方着眼，我们就能够真的受用啊。
理如是，事如是，与华严境界圆满相应。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要在一念之间要转得过来啊。那么许多同修常常接近我的，常常听我讲的，我讲的太多了，为什么境界现前还是转不过来？你没有深入，听的虽然多，你了解的不够透彻，你所听的只是皮毛，只是表层啊，一分都没有其如啊。所以境界现前，自己还是做不了主。烦恼习气依旧起现行。要怎样功夫才能得力？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课题啊！功夫得力，我们就有救；功夫不得力，没救啊！我讲的这些东西，大家听一遍两遍不够啊！如果你还没有能做到，那你就一定要多听。那么现在有录音带、录像带，你每天听个20遍、30遍、50遍，不多啊。为什么呢？没其如嘛。怎么晓得其如呢？做到就其如了。所以读经呢，听讲啊，帮助你看破，看破就是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啊。什么事实真相啊？所有一切众生是诸佛如来，你知不知道？那你不了解呢，你就多听多读，真正明白了，你就会彻底放下。放下什么？放下你的成见啊，放下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你统放下了。这个里面最大的障碍，我也常讲，你的爱欲放不下，你的嗜好放不下，这就是你为什么起心动念自私自利，那个自私自利的根就在此地啊。你要把这个根呢拔掉啊，你才有救啊。根不拔掉，功夫怎么能够得力？我们知道真诚心好，自己的心就不真就不诚，做不到。起心动念还是为自己着想，这个是障碍的根源。我们想不想往生？很想往生。往生这个世间什么东西能带得去？
一样都带不去啊。那你为什么不放下呢？为什么还要贪着呢？样样放下，一尘不染，你才能得大自在啊。有一丝毫的牵挂，一丝毫放不下，无穷的累赘。你就不能往生，你就不能成就。不但行门不得力，解门都做不到啊。所以一定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啊卸掉。怎么个设法呢？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的利益，如何去利益一切众生？一定要明了，学佛菩萨，佛菩萨是为一切众生生活在世间，不为自己。我吃饭为众生，穿衣也为众生，没有一样啊不是为众生。怎么说穿衣吃饭为众生呢？穿衣吃饭呢，身是为众生服务的工具，先要把工具保养好，这个工具是承祀一切众生的。绝对没有一念的为自己呀。念念为众生，行行为众生，那就是循礼供养诸佛。这个事情要怎么落实？这是大学问，大事业。如何落实呢？怎样才是真正的诚实供养呢？诸位听到供养，拿些钱财、香花啊、床幡、宝盖啊，带一些礼物去供养，错了。这是形式，不是实质。实质的供养，普贤菩萨跟我们讲得很明白。儒教修行供养，所以你懂得儒教修行这句话，你才能真正做到周遍供养，供养一切诸佛，供养一切众生，众生就是诸佛。佛在经上教我们什么？教的东西太多了，归纳起来，总纲领只有三条啊：戒、定、慧三学。戒是教给我们断卧修善，诸卧莫作，众善奉行。哪些是卧呢？杀盗淫是卧，妄语念食，卧口绮语是卧，贪嗔痴是卧。哪是善呢？翻过来就是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是善啊，断恶修善啊。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做呢？啊，认真去做，儒教修行吧。所以戒学，佛教导我们从五戒十善着手啊。五戒十善都违背了，那还学什么佛呢？完全不相信啊。所以那个信是假信，不是真的信啊。真信哪有不去做的道理？我真信啊，真信也做不到啊。做不到什么原因呢？刚才讲了，自私自利，舍不能放下，你的爱欲嗜欲丢不掉啊，所以你做不到啊。你知道这是好事情，应该做的，还是做不到。啊，境界现前的时候，还是会违背。一定要把做不到的原因找到，把这个原因消除，你不就做到了吗？做不到苦啊，做到才真乐啊。啊，定慧是教我们破迷开悟啊。你看，你有定，就有神通了。啊，那些能够看到过去未来的人，啊，有这种特异功能，特异功能从哪来？禅定来的。啊，定的功夫越深，你看的面越广，看的时间越长。啊，所以你能够看到过去未来。你能够看到此界他方啊，我们听到许多预言家，他看到了啊，看到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啊，看到世界其他各个地区了。他凭什么看到的？定功啊。那么他所看到的，只是看到当然了，不知其所以然了。所以认为呀，这个灾难呢，是上帝惩罚世人，世人作恶多端，上帝发脾气惩罚。这是他的看法。啊，这个就是。只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他定里头没有慧眼，如果从定开慧了，他就知道了，这不是上帝惩罚啊，是什么原因？是业力感召啊！啊，是这么回事情啊！上帝心永远是慈悲的，永远是爱人的。人犯了过失了，怎么能忍心用这种手段来对付这些众生呢？啊，所以我想，上帝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上帝也绝对不会发脾气。为什么呢？他修慈悲喜舍，他怎么会发脾气？发脾气就动得嗔恨心了啊，那是凡夫，那不是圣人了啊。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读过啊，欲界天还有嗔恚。
色界天初禅以上，成慧就没有了。所以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这个都是色界天王啊。他们心地仁慈，众生造恶了，自然你会堕三途受果报。三途果报也是业力感召的，绝对不是上帝安排的，上帝制造的。没这个道理啊！我在以前这个讲经的时候跟诸位讲过啊，朱金咒老居士的老药丈啊，章太炎先生做过东药判官啊，他就觉得这个地狱里头炮烙这个刑罚太残酷了，请求东药大帝把这个刑罚废除。东岳大帝派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参观啊，两个小鬼带他去了啊，指给他现场在此地，你看到他看不见，他在恍然大悟，这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啊，也不是东岳大帝设的这个刑罚。不要说是天心仁慈，鬼里面这些鬼王的心也仁慈，根本就没有设这些惩罚，那个惩罚是你自己恶业业力变现出来的这些刑具，你在这受罪，你怎么能怪人呢？啊，章太炎这个时候在恍然大悟啊，原来都是自作自受啊。所以一定要明白真理，真理是自作自受。我们自己不愿意受这个刑罚，那你就不要造恶业就行了吧。你要享受诸佛菩萨清净妙乐，你就依照佛菩萨教诲去做，你一定就得到了吧。所以一定要把众生都看作诸佛如来供养啊。那么我以好心对他，他以恶心对我，他说我好欺负啊，我是个傻瓜，头脑有问题啊，常常侮辱我欺负我，怎么办呢？啊，我们要不要反过来去对付他呢？还是继续做傻瓜呢？那继续让人欺负呢？学佛要学得像个佛，像个菩萨啊！傻虽然傻了，傻有高度智慧呀，傻人还有傻福啊。有智慧有傻福，别人看到你也会尊敬你啊。仔细看看，像傻又不傻吧。一定要做得像啊。像什么？要做一个佛菩萨的样子啊。佛菩萨是世间的好人呢，你要做个好人的榜样。诸佛如来示现在这个世界，都不能叫一切众生满意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赞叹释迦牟尼佛的人有啊，敬仰释迦牟尼佛的人也有啊，可是毁谤释迦牟尼佛的人也不少啊。
啊，要想把佛法消灭的人啊，这个人也有啊。所以，哪能尽人如意呢？啊，既然不能尽如人意，我们心里就明白了。无论我们做得怎么好，误会的人还是有，嫉妒的人也有，伤害的人也有，但是总是以一片真心、一片慈悲来接待这些人。要把这些人都看作诸佛菩萨。都看作善友，他来消我业障啊！啊，赞叹我的人，我心里要清楚，要了解，不能生欢喜心。啊，欢喜心也是烦恼啊！啊，在这个里面学清净平等觉，毁谤侮辱陷害我的人。我在这个里头也要修清净平等觉啊，我们是以一片真诚、一片善意、一片爱心、无私的为大众服务，这是我们真的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那你就是真学佛了啊，你不是假学佛了。啊，确实，你这佛心、佛愿、佛的德、佛的心，啊，所以念念当中要想到佛天人师。所以我们今天总题目标在这个地方，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呐，我们就学这个。这就是佛菩萨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可不可以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啊，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榜样？这个里头的理事都非常之深呐。我们自己也晓得，自己要肯努力啊，肯做，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好，这一章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底下这一章，下面第六章有因缘啊，第十二页。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往年呢，我介绍这一院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念佛人的保证书啊，这一段是保证你成佛。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啊，多不可思议啊！啊，定成正觉愿呐！那么我们成不了正觉。实在讲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啊，他这个地方给我们讲了，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这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所以
成就就容易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往生，但是我们今天读这个经，发愿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试问问我们有没有得佛的加持呢？得到了。佛真的加持我们了。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住根即净，就是都摄六根，远离分别就是净念相继。佛菩萨把这个妙法了传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呢没接受，没有承担啊。上根的人，有缘的人，听了之后啊，马上就接受，马上就承担。不要说等到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远离分别，现在就离呀。住根即净。不但分别离了，妄想也离了，执着也离了。妄想、分别、执着，他在当中用分别，分别一离，通通都离了。这很有道理。我们如果能够舍离一切分别心，天下就太平。不分别，不执着，不怀疑，在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了。你为什么会跟人家不能相处呢？因为分别吧，从分别起执着嘛，因执着就不能相容了嘛，就发生斗争了嘛，斗争就造罪业，罪业所感到的三途苦报，这不是自作自受。如果以清净心对待，没有分别，所以他没有妄想，他没有执着。谁做到了？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有一个人做到了，做得很圆满，舜王做到了。所以二十四孝舜摆在第一位，他是圆满的大孝，他懂得孝，他行孝，他尽孝，这是我们修行人的最好榜样。诸佛如来他们的为人呢，与大顺一样啊。我们在历史记载里面都晓得，顺的父母
啊，舜的这个兄弟，是极端的不善。甚至于时时刻刻置他于死地啊！可是，在舜的眼睛当中，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就是诸佛如来，纯善无恶，这个观念怎么产生的？无分别心里头产生的，他没有分别，纯孝之心，纯孝就是纯是善心，纯是爱心，纯是服务的心。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切众生有没有过失？没有，确实没有过失啊！你要认为他有过失，我们自己看错了，看走眼了啊！所以你要真有智慧去观察，他哪有过失？他的那些行为不是随顺发心，就是随顺烦恼。发心跟烦恼是一不是二啊，在经上大家常念的，烦恼即菩提啊，菩提即烦恼啊。一念觉，烦恼就是菩提；一念迷，菩提就成了烦恼。他是觉是迷，是示现给我看的。是帮助我成就我来的。他有什么过失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道上去行，这是真正的菩萨道啊。这是华严经五十三参善财童子走的道啊，所以善财童子一生成佛，不要等到第二生了。我们要效法善财童子，学习善财童子，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必定成佛啊，往生成佛，不往生也成佛。我跟大家讲的句句都是真话，所以在现前我们要做的远离分别，诸根寂静。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就得真干了。我们今天所以不能成就，就是经是念了，是听了，那是经上讲的，与我不相干了，那这就没法子了。我们所读的、所听的，与我决定有干系。我听懂了、明白了，我决定要去照做。诸位要晓得，分别是决定错误。不分别决定正确，诸佛菩萨不分别啊，大圣大贤不分别，他们应付一切大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恒顺什么呢？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没有分别；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自己没有执着。
所以才能够圆满菩萨道啊。我们今天麻烦在哪里呢？麻烦就是自己真有分别，真有执着，这个麻烦了。没有把自己的分别执着放下，舍弃掉，佛教跟我们放下，是放下这一桩事情啊，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是放下别人的。别人的呢，别人要随顺。随顺别人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个随顺里头就成就功德了。随喜里头有功德了，成就自己的定慧呀。那为什么要随顺？不随顺，我们自己修学的境界不能提升。随顺顺境，不起贪爱。为什么不起贪爱？自己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他不起贪爱啊。你的境界往上提升了。随顺逆缘悟境，不生嗔恚。为什么不生嗔恚？自己没有分别之处啊，又把自己境界提升了。你们看看善财参访53位善知识，每参访一个人，境界就提升一层。德云比丘初住，海云比丘二住，妙住比丘三住，他每参访一个，自己就提升一个阶级了。53参圆满，他成佛了。这个叫精进。我们今天修学，不能够天天提升自己的精进。这个原因在哪里？天天提升做不到，月月提升应当有啊。实在讲啊，我们这些人月月提升是应该可以做得到的。能够月月提升自己境界，你的修学有乐趣啊。真的长生欢喜心呐，叫法喜充满了。要能够做到，要能够落实，这个分别执着不舍不行，这个东西是大障碍。我们自己要肯定自己是凡夫，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没断，这时候实话。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想自己功夫得力，只有一个方法，依教奉行。佛教我们放下，放不下，放不下也得放下，这就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嘛，这个叫真修啊。如果还是依旧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那你就没办法了，你的功夫决定不会进步。不但不会进步，你还会退步。
要想功夫进步，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把你的嗜好舍掉，把你的贪爱舍掉，你喜欢什么东西，就要把那个喜欢东西舍掉。学佛的人喜欢佛像，佛像也舍掉。为什么呢？看到那个佛像生贪心啊！有很多人供养佛像，供养古董，那是宝物啊。他在那生贪心呢，他认为那个价值很高啊。甚至于有人到他道场里面去拜访他的时候，他那些佛像都藏起来不让人看的。只有好朋友再看一下啊，介绍一下，哦，这是多少年代，几千年了，几百年了，那些宝贝的时候拿来给我看。我看了之后也点点头啊。他有没有成就？不会有成就。他将来死了到哪里去？死了到佛像里面去了。佛像里面是空的，老处在里的虚无。他就搞这个了。佛像是木头的，木头里都有蛀虫，他就变蛀虫了。为什么呢？贪爱嘛，放不下嘛。喜欢佛经，佛经里头都会生蛀虫。将来死了以后变蚂蚁，变蟑螂，变这些东西，天天围绕着他喜欢的东西，很可怕了。这个爱欲要不断的话，惹来的麻烦祸害无穷。你要觉悟啊。所以我们供佛像，供一个很普通的佛像，一文不值的佛像最好，供在那里都没人要的，你说多开心多自在，哪有那么提心吊胆呢？所以凡是一切贵重的东西，人家供养我的，我现在都送给，将来我们这里有这个陈列室嘛，那个里面去放去。我自己不要，看都不看。陈列室供给别人参观，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嗜好的，这就好啊。样样放得下了，你这个心才清净安乐，才充满智慧，是慧能讲的是长生智慧，清净安乐就长生智慧。你心不清净，不安乐，你长生烦恼，你怎么可能长生智慧？所以这个段经文里头关键的地方，远离分别，诸根极净，现在就要学。决定不是说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好，到那里才远离分别诸根极净。好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不能往生，那还不是枉然。现在全心全力在做，做一分有一分受用，做两分有两分受用。这个受用是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同啊，你做到的越多啊，你往生品位又高啊。你完全没有做，佛很慈悲，想借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你的座位，你下下品位置都没有，你还是枉然啊。总得要做一分嘛，做一分下平下生还有一个座位吧。
啊，不能说一点都不做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持戒踏方大概都差不多啊。所以我们要通达这些人情世故啊，不能一点都不做啊，应当要发奋、认真、努力去做啊，争取好的品位吧。远离分别，过去李老居士说，这个就是佛家所讲的戒功定，住根即净，这个里头是定功戒，这个说法意思也好，三学是圆融的，啊，虽有次第。次第里头有圆融，圆融不爱次第，次第不爱圆融，正是华严的教义。啊，次第圆融同时下手，圆解、圆修、圆证，啊，这是圆顿根性的学人啊，我们学华严、学无量寿，实在讲，这是培养圆顿根性最好的教学啊！希望诸位同学多听、多读，有疑要问。啊，有疑惑的地方一定要问，为什么呢？断疑才能生信啊，断疑才能够圆解啊。古德也常说，诸法实相，我们把它换一句话说，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样子？金刚经上佛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诸法实相啊，又说如露亦如电，也是说的诸法实相啊，梦幻泡影，在四相里面是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是讲的受者相，受者相如露如电，这一首偈就是解释四相，四相是出世间一切法相，你真正通达明了了，你怎么会分别？你怎么会执着？为什么呢？这一切相是虚妄的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吧？这才真正认识啊，实相了，真正明了了啊！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梦幻泡影啊！所以，为什么诸佛菩萨觉悟的人，他在这个境界里面，永远住根即净，
啊，就是对这些境界相就永远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我说这四句：不起心、不动念，住根寂静；不分别、不执着，远离分别。我们要真正去干，真正去做，哦，这个里头受用啊，无穷啊。这样学习，这样的努力精进，下面说：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佛就不取正觉了。这个愿文我们要仔细看清楚啊。啊，不要到时候念佛念了一辈子不能往生，到最后怪什么呢？阿弥陀佛说话不算数。啊，你不能把阿弥陀佛错怪了。啊，阿弥陀佛这里话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看错，不能错看，不能误会。啊，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寂静。啊，这个就是往生的条件。啊，远离寂静确实有程度不相同。啊，那是个人的功夫不相等。这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有差别，但是只要往生，决定成等正觉，啊，决定证得圆满的佛果。阿弥陀佛给我们提出这个保证呐。我们要认识清楚，要认真努力啊，求生西方净土。善导大师讲这个四十八愿，他说：“定成正觉愿，光明无量愿。”寿命无量愿，祝福称赞愿，与十念必生愿，这个五愿是阿弥陀佛的真实愿。那么下面，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祝福称赞，这是连起来的。就是下面的十三、十四、十五，啊，生念必生是第十八愿，这是四十八愿的核心呐。啊，那么这是五愿当中的第一愿。由此可知，不但是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如来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一切众生早成佛道。佛的愿心如是，佛的言行就实践这个愿望，佛为众生说法，佛为众生示范，
劝导一切众生早一天回头，早一天觉悟，早一天作佛。我们有没有能够体会到？我们眼看现在的众生，不要看一般大众，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学佛的同学，学佛同学看出家的同学，出家同学再看看自己本人，我们对于明文理扬五欲六尘有没有放下呢？依旧是严重的贪念呐！啊，每天想的什么？想这些东西，分别这些东西，执着这些东西，怎么可能会有成就？啊，昨天我们培训班南中的同学啊，搬到那个杜氏祠堂的二楼去了。啊，他们门口仙人掌又开花了，庆祝里面乔迁之喜。你们都是未来的天人师，所以这花神来供养啊，每一朵花都有一个花神，你们看到没有？有人看到，告诉我，啊，花里头有仙子，啊，他们供养你，你们看到之后，你们要发心了。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啊！人人都发心，当然你们里面决定会有一两个，否则的话，他供养谁呢？啊，决定有一两人呐、啊，可是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呢，将来都是做师做主，那这化身就喜欢了。那个花每一次开都有意义，啊，都不是无缘无故开的。昨天晚上我看盛开，啊，诸位也有愿，希望正法久住。广利众生呐、啊，祝福这个正法如何能够久住呢？再有真正依教修行的人，正法才能够久住啊。依教修行这一句话不简单了。佛在经上怎么教我们的？虽然佛是当年教戒，是3000年前那个环境，3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了。
社会上一切大众观念思想也不完全相同了，可是佛的那些原理原则我们要懂得，佛的精神我们要明了，原理原则不能变，生活方式可以变，精神不能变。佛对于一切物质生活没有贪心，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佛对于一切无，我常说一切人事物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我们有没有？这个都是总原则啊，总的原理原则。佛是一个纯粹利益众生的心，我们有没有？他们都能做到，我们有没有做到？处处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什么呢？帮助别人觉悟，帮助别人回头。我们要做一个样子给人看的，让人家看到这个样子，哦，这才能回头啊！如果我们这个样子跟社会大众迷惑颠倒的人是一个样子，那怎么回头呢？怎么回也要在六道里头啊，也没办法摆脱三恶道啊。佛的生活简单，我们记住这个原则啊，过一般人最简单的生活啊，这个就对了。啊，佛当年在世，三衣一钵啊，这最简单的生活。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学佛，我们在生活环境当中，三衣一钵决定不够用，要多添一添。啊，添到我们能够生活得下去就行了，不能过分了。过分错了，啊，过分呢要舍，要布施，要供养。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增长贪心。真正把贪嗔痴慢放下了，这是教导世间人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做给别人看的，希望别人看了之后有所领悟，他也能放下。我们自己样样表现都放不下，怎么能叫别人放下？虽然经上讲的叫人家放下，人家听了不服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说法，为什么人家相信？佛做到了，说到做到，所以别人听了服啊。我们今天跟人家讲的时候，人家不服，没做到啊。那从前那个时代，他们树下一修，我们今天做不到。
到处化缘，建一个道场，建得富丽堂皇，谁住啊？自己住啊。信徒看了之后不服气，信徒说，我一生辛辛苦苦工作住这个小房子，你们不劳而获啊，住那么好的房子。我听信徒在我面前说过，不服啊。哎，可是呢，不服他还肯出钱，怪死了。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许许多多这反对的音声，是好事，能提醒我们自己的警觉，提供我们做修学的参考，我们要避免的。所以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给我们出家人做了个建议，希望出家人呢通通恢复托钵的制度，佛法就会兴旺了。托钵不要怕托不到，托不到佛菩萨会示现来供养你。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我们看到啊，虚老和尚那是朝山三步一拜啊，走到深山没有人烟的地方啊，生病了，饥饿了，谁都找不到啊。正在这个时候困难的时候，这菩萨示现啊，文殊菩萨示现一个乞丐啊，在路上碰到他了，看到他没有水喝，他自己带着水供养他了。自己在外面讨的饭的时候要供养他了。分给他吃了。自然由佛菩萨照顾啊。所以水只要解渴就行了。饭只要能充饥就行了，不必讲求啊，讲求就起贪心了。一定要吃什么口味，要吃什么花样，那你又有分别了，又有执着了，又打妄想了。你看看妄想分别执着马上现前了，立妄想分别执着是佛菩萨，起妄想分别执着马上就堕落了那个佛菩萨念头才一起呀，第二念马上堕落了，所以不管用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提高警觉时时提高警觉，处处提高警觉，念念提高警觉，我们这一生才有指望时时刻刻把那个看破放下要记住那个心才一动念呢，要想怎样怎样啊，我们又没看破，又放不下了看不破放不下了，永远在佛门外没进门呢，没入门呢。所以念佛也不能往生真正要往生还是要看破放下，老实念佛这个人才能真正往生所以念念为别人决定不要有一念为自己自己念念呢要给别人做好样子佛教导我们的受持，受持就是依教奉行，儒教修行，
读诵，经天天要念。李会长在这里护持佛法，经营这个道场，他没有退心，他天天念无量寿经。心行相应，这才得阿弥陀佛诸佛如来的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他为谁念呢？为这道场，为我们同修大众啊，不是为他自己，为他自己绝对没有如此殊胜的感应，为众生。活为众生活着，死也为众生死，都是做出最佳的修学榜样。所以这个心呢，永远清净，在诸根寂静，永远保持清净。立分别就是平等，清净平等，那就觉悟啊。这是我们要记住，要认真学习的，这样才能得佛在此地的保证。我们决定得生，生到净土说决定成佛，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功夫之所以不得力，解得不够透彻，没有认真去做到。习气烦恼时时现前，还是他做主，随顺习气烦恼过日子难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大的转变，克服自己最大的困难，克己作圣，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跟他相反，我们就成功了。依旧随顺烦恼习气难了，一点一点的克服。譬如我们吃饭，有些这个菜不合自己的口味，动了这个念头了，自己马上就想到错了，我又堕落了。现在居士林菜不错啊，十多个菜，不喜欢吃的可以不吃，喜欢吃的多吃一点的，可以自己挑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就托钵的时候，没有机会挑的，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今天我们常常到居士林，天天到居士林来托钵。居士林这个菜好啊，可以挑的，可以选的。你看从前佛菩萨出去托钵，阿罗汉出去托钵，没有挑选的。佛菩萨对我们够慈悲了，尺度放宽了，可以给我们挑选了，但是不可以在这些菜里头再去挑，那就错了了，那就太过分了。修行在哪里修？生活当中修啊。离开生活，你到哪里去修学？
我们穿的、吃的、用的，只要过得去就行了，不必过分的去选择。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惜福，要知道这些在家同学对我们的四世供养来之不易啊，不要认为啊我们所得的这个财富太容易了，你要晓得他得来不易，我们要为他惜福啊，要为他珍惜，决定不可以浪费，决定不可以错用啊！你要浪费错用有罪过，罪过很重啊！大家念地藏经也是囫囵吞枣，打马虎念过去了，真的是细心去读诵，随文入观，你就晓得因果太可怕了，决定不敢不惜福。你看印光大师一生戒禁惜福，是我们现代人最好的榜样。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文钞里面看到，许许多多人写这个有关印光大师的文字，我们看到印光大师一生真诚，处世待人接物一丝毫虚伪都没有，给人说话句句说真话，没有奉承人的。看到你做的对赞叹你，看到你做的过失呵斥你，都是教训的。也有人做的不对的，他一句话不说，那是什么原因呢？老和尚有学问，有修养啊，说了你肯改呀，我说你呀，说了不肯改不说，为什么呢？说了你不肯改呀，说的是罪过，他自己错了，说了肯改你不说，你错了，所以说话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一定要懂得肯改过。真修行的人，你不帮助他，你对不起他；不肯改过，不肯修行，无恶不作，你要说他，跟他结冤仇他将来对要报复你啊，生生世世跟你没完没了啊，那你何必找这个麻烦呢？祖师大德们有真智慧呀，该说说，不该说笑笑。不说你他没有偏心，他这个叫真正叫随喜功德所以随喜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真这个做不到的有真智慧，有善巧所以随喜成就无量无边功德，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成就功德的没有智慧没有善巧，那个随顺呢往往会惹来很大的祸害所以学佛要紧的还是要学智慧。好，今天
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